哎呦，我身上盖成那么大、啊，是哦，是在哪里呢？你说哪里？什么什么哪里？哎呦，你说挖矿的点，你要现在挖吗？你电的时候可以用、欸，一定要用石头吗？我还要把你挖掉哎、欸！我就看到你在那边电，这世界太大了。那个我真的很大，我做的纸给你好了，还是现在要纸吗？算订阅音效吗？我没有订阅啊。你不是开在 YouTube 吗？我应该说，YouTube 的订阅会有音效吗？他在，如果你那个 CLR 有。啊，有开着 ，YouTube 可以哦，是可以啊，不然你就退局那个一样开着。你让不，你让我一局玩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啊，退局开着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退局 alert， 就是那个退局那个警告啊。可是跟 YouTube 有什么关联？啊，你在开的时候，如果你 CLR 有开着，就人家抖内你还是会收到通知啊。哦，啊 ，YouTube 订阅的时候会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对，好，所以没有，哎、欸，对啊、就没有讲了这么多，就是没有。不晓得为什么要讲这么多。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。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信箱收到订阅通知，然后全部联动。我根本没有看到悟星的啊，怎么悟星消那里消失？啊，这样专业资工哎、欸，这样奇怪、欸，好猛啊！是不是应该要再高一层才对啊？我是刚看到什么东西了吗？啊，为什么刚看到悟星然后就消失？哇，不会有人坐车回家了？不会有人直接把我的柱子换成石头吧？好厉害哦！浪费玻璃啊，超浪费的。谁帮我把它改回来了、啊？有人帮你改了？是有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误会了误会了。不信你是大、欸？那我拆掉，那我拆掉好了。我好像没有盖多少哎、欸，猜变慢了。不信你是搭蘑菇岛吗？还是哪里啊？哇，蘑菇岛、啊！来，大车站在哪呢？就没有很大哦。我看一下大概位置在哪里。把这些素描丢掉了、为什么吸到这么多东西啊？害我刚才挖泥土都没吸起来。不行，我打给你啊，那个 okay. 东西大概在……哇，好遥远啊！就很、欸、真的啊，这一集绝对盖不完啊，超远的、啊超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其实细的那个柱子的桥墩也不难看诶、欸。然后你往下看会看到一个工具箱跟，还是不难看诶、欸。一个两格高的泥土。无聊？不会啊，没哦，玩麦块不就都这样吗？哪里有什么好无聊的吗？对啊，那羊。而且搭回去看一下。终于转角啦！行了，你已经到转角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先走过去而已。回去喽，都想先走过去，所以今天一定盖不完，是不是？对，绝对盖不完。No， 罚钱哦，要罚钱了，罚钱了，要宫崎延宕啊！关我屁事啊！我们今天多一个人，为什么会盖不完？效率低、我在盖车站，我在盖车站，效率低落啊！哎，真的效率低落，那个人效率一样，这没有用啊！为什么要带着花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带着花？我也把花丢掉了。哎，我有花哎、欸。那是可能是打一些泥土草的时候吸到的。哎、欸，看到巧克力了！哎、欸，我要去车站。后面就是我盖错地方啦。欸、对啊，你盖错那样子要怎么盖耳朵啊？其实可以耶，不难看的，我觉得。真的？好，我等一下就可以看。我这个材质包的话，你这个材质包，我不知道原。所以如果我们觉得难看，怪材质包咯。对啊，所以发现了，你懂我哎、欸。嗯、啊，都不是你有问题嘛，都是材质包的。你这么懂我，哇，太感动了。最怪在材质包上面，我告诉你啊，丑爆了，丑爆了，丑爆是不是？好猜，屁啦，还没，他根本还没到，你听他的鬼，他说我的那个、啊，我已经看到了，什么？你说车站还是那个耳朵？不是，我说那个、啊，你说的那个细细的耳 耳朵是不是？好啦，之后我再重弄好不好？真是的，丑爆了，而且明明你是从这边走过来、啊，为什么不是每个都做好？什么东西？你说耳朵吗？对啊，你只有盖一个是不是，因为我那时候我一开始没有盖耳朵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、啊、可以吧？我刚回去才看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盖，这应该可以吧？等一下就盖一个阶梯状出去啊！太好笑了，你是养那个搭到矿车，然后拉回啊？还有丝绸，真的吗？我开到十点，差不多，回去真的对这个车站越来越有意见了，是不是？有期待的、啊。有期待，我快要回去了，我快要回去了。不要让我失落啊！那个不是快要，你除非搭矿车，要不然真的很难回去。快要，我不是快要，我到底还有多远呢、啊？还蛮远。这木头是怎样啊？我是说真的，我还蛮远、哦。麻烦哦，这个，它可不可以烧快一点？好，坐着，等它给它烧。好遥远哦。不
嗯，巧克力应该快到了吧？五个，真的吗？刚都看到我了，应该快到了吧？巧克力要到了吗？应该已经到了吧？还没到吗？稍慢啊、哦，那我等一下。好远哦，应该快到了。应该要了吧。我看到 ID 了，我看到他 ID 了。对啊，整集都在扑扑扑，没办法啊，这个就是、啊、这就是人生哦、啊。实况组就是啊，可怜，就是命苦啊。实况组就是怎样？我就是帮人家擦屁股的。嗯、他们没有做的，我来做。Hi Chocolate， 哎、欸，你见到我就送我花、欸，哎，送花、欸，哎，应该是丢垃圾吧，不是送花吧？就我也觉得送花给你还不捡？等一下，我身上东西满了、啊，你可以送花、啊。刚刚少不是点破了？有啊有啊，破回去了，破回去了。好啦，盘的好高、嗯。你这样等于我要再丢一个垃圾，我捡了，我捡了，我捡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过去哦。哦，这一段穿过山脉的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呢、欸。为什么？当初因为不用扑啊，快！哎、欸，看到好之风破，我想说秋风竟然走这么快，这是车站，当然不可能。好啦，我不盖了，我要去车站了。进车站好了，进车站。这里好多石头哦，看到上面的建筑物，再看到这里的建筑物，真的觉得非常的，非常的怎样，非常的怎样。你说没关系，我这个搭配，大家来，大家自己这个搭配哦。说，请大家自己评评理，是不是？一人评一，对。哎、欸，我好了，我获得纸片一票嘛。没有投你的意思哦。哎、欸，没有投你什么？你在投什么东西？就是哎、欸，那个真的蛮舒服的、欸，吓到了。那个在山洞里面真的蛮舒服的、欸，很爽哦。可是还没有盖完、啊，花了多辛苦啊！我还特别去赴效率山，这里有个避难所啊。车站啊！哦，是车站、啊，走起来很舒服哎、欸。太惨啦！其实我觉得不要到海那边，其实都还好，都还蛮好铺的。后面不要赶快来看这个海的话，真的很难铺在车站，你要铺到底呢，要跑上去，还要游泳。对啊，除非你有水中呼吸，不然真的就是时不时就要呼吸一下。看到谁了？那是风破吗？我还没有转弯呢，还很久哎。转弯其实很后面的，老实说。哦，我不要纸片来啊！什么不要纸片来？什么东西？风破来看，耶、yeah ！你看这里的这个避难所做的，不是这个车站做的如何？他是硬要，他硬要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批评的指教，是不是？耶耶，有到了，到了，还好吧？这个你就要看我们之前盖的样子啊。哦、oh. 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应该说他们干的样子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觉得需要更多食物，完全不想回家，直接回说谁要食物？什么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更多食物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去看一下姚的姚做的？对啦，我觉得秋风啊，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想看他下一次。可能没办法来啊，这一次赶快来看看、啊。对对对，可能是移座了。可是我宁愿你们不要看、欸。移座，我要去看，我要去看。我看一下，先帮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赶快走上铁轨走回去。他比我的方块屋好一点了。我要看一下，我还要到底还要铺多远？那大概还蛮远的哦。你有的看，你有的。No， 我去山顶上看着你，什么时候过来？超级嗯，哎呦，算了，好远哦，不走了。很远哦，还是很远。你说呢？挺远的。我们在等待哦。我从空中看着你啊。好远哦。哦，你说，你说要弯过去才有、哦。对，说实话，真的蛮远。到底啊，很远。那一段还没有铺铁轨，是不是？真的很远。你现在还在铺铁轨的地方哦？对啊。哇哦，那真的很远哦。你这是要盖捷运站的意思吗？超哦、我这要不要分盖在中间要休息啊？坐逛车也会累哎、欸。之后再说吧。你说中间休息站这样子少可以那个。对啊，高速公路开久了都有中间都有休息站的。看在洞里要不要建一个那个啊？哎、欸，转弯了，转弯了！哦，恭喜恭喜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还有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我看到转弯了耶！有两座美丽的城堡，再加上这里有一个清凉的避难所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这是你不想改了。再用栅栏和栅栏门做防怪措施。要做什么防怪措施？外面我想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是身上都穿钻石装了，不需要防怪措施啊。哇，这个悟星都把加速铁轨放在地上了。对啊，好神奇哦！悟星真的是哦，超强。
谁在吃东西？你说转过去转弯之后还要走多久？三分之一啊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所以你说到转弯是工程的三分之二哦。对。然后后面这一段有三分之一哦。哎、欸，对，或者四分之一吧，真的真的很短啊，可以啦。有啦，的确转弯之后会比较短一点。对，挺短的。为什么沿路上这么多羊被火车载走啊？有的观众说很好，对啊，这是车站，这是避难车站。对啊，他说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观众不是，他说这是避难车站。避难车站的话，那是真的蛮好看的啦。我真的很好奇、喔。其实不错啦，可以啊。以避难车站温室，对啊。你们就一定要在那边避难。有观众讲温室，温室是世界末日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车站。我记得是玩《Fallout 4》的时候，差不多这种感觉哦、喔。那个，所以那个车站叫做避难车站，是不是？对。取名叫做避难车站。核弹爆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面了、啊。哦，核弹爆发，核弹爆发在这里有一定死啊！我觉得、欸，至少还可以看外面，算好吧。玻璃是直接，我觉得下次你就盖，直接盖玻璃屋，有没有？直接盖玻璃屋，这整个都用玻璃吗？我好像看到人呢、欸。难呢、欸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到了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，要到。我觉得秋风过来一定会讲的比巧克力还。还好，还伤人。你们干嘛在地上丢一堆垃圾啊？这里，对啊，车站，对啊，很棒嘛！你为什么要朝我丢一个垃圾？这是车站，出来还很卡。哇，哎，我觉得很好看啊！可以啦，这车站。OK 的人，你要问几次啦？怎么有怪物？不敢相信，好险！怎么卡住了？关门！是还可以，还可以吧？对不对？超勉为其难。以避难所的角度，奇怪，因为我一开始到的时候，我还不觉得这像个车站，有没有？还不知道已经到了。铁都浪费在矿车上了。突然讲一声，因为我想说铁轨怎么弄那么多空的矿车，然后载着羊到处乱跑啊？是有人半路跳矿车，然后让羊去？有，然后不错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是直接让羊上去，因为已经看到两只羊啦。没有，有一次是我失误。怎么样，秋风要改一下啊？我本来是那个被中间的矿车撞到，然后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我多盖的，那个是我弄的。哦，我刚怪你们两只哥俩好啊！我原本想说要往上，然后到那个建筑里面。我从那条从路下来就觉得好像会有一个人带着路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个避难车站到了。”你看，你可以把你可以把这个洞打开啊！我只是把它封起来而已。避难车站到了，避难车站到了，避难站。需要避难的乘客赶快来这。嗯，所以你这个是算后火车站是不是？后火车站，挺像的。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城堡的后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边上面那边就是那个地狱门喽。古代城堡常常都会有一些后门锁啊，秘密避难所，你可以直接跳下来，直接跳到车站里面。哦，还可以啦，可以，不错啊，不错，不错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哦。我的一个耐久山的皮革帽，谁要？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不错啦，不错啦，可以啦，别拿错了，这边还被攻击到。我拿错，然后铲子了。可以啦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，我也不能说什么了。谢谢大家。我们不想打掉重盖，这样我们下集再会了。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应该可以完工了吧？可以啊，绝对可以，都已经做成这样子了。可是瑶不会出现了，瑶就留下这个，就看实况了。这个车站让我们来改了。哎，瞧不起人！我想当初我的三个家都被改过啊，所以你不要太气馁。让我们改一下，其中一个还变成那个上次那个监狱啊。好了，就是那样了，不错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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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不好？在最后的欢乐时光结束，谢谢瑶啊，那我先挂掉了，拜拜拜拜。